太震撼了，兄弟们，这就是牛杂是吧？对，推荐来吃你们家的不下十个人，太震撼了，兄弟们，这套早餐太行了。兄弟们，青海的早晨太冷了，这么早起来干嘛呢？马尔莎牛杂，就自打我到了西宁，给我推荐这家店的人不下十个。可以这么说，我要不去把这个马尔莎牛杂吃了，我这趟西宁之行白来了。这六点钟，这人排的其实还行，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啊。这排队排的，这坐外头吃饭很舒服啊，这个天气就有点冷。这是牛杂，这是漏勺，挺别致。这都是牛杂是吧？对。啊，推荐来吃你们家的不下十个人，就自打我到西宁。这是牛肠是吧？太美了。这个是什么肉？头肉。这是头肉，这是头肉吧？这是头皮。头皮，牛头皮，太震撼了，兄弟们。啊，我来个全套。这就是我的。这套早餐，哎，太行了！六点多，兄弟们，看着队伍排的，这个牛杂绝对不简单。看一下这40块钱有啥东西啊？牛头皮，这是牛头皮，牛肠带油的，这一看就是肚嘛。眼睛，我操，这老板可以啊，美得很。把这眼睛给小助理吃，你这表啥表情啊？先喝口汤。白胡椒，蒜苗味很重，这泡馍吃，这泡馍把这油吸一下，哎，这确实得泡馍。好，先吃个馍，这粽子泡馍味刚好。吃个眼睛，老板照顾我，一个牛就俩眼睛，给我了一半。这牛眼吃的比羊眼味还大，很有嚼头，略带一点那个说不上来臭肉的味儿，蛮好吃。我看是不是还有哇？你中奖了。还有四分之一个眼睛，哎，吃个肠带馅儿的。开始吃杂的人哦，你爱吃这个我接受不了，这个真是超重口味啊。这牛肠肉很香啊，牛肠油。你第一次吃这牛肠肉得有点心理准备啊，那毕竟是肠里边的东西。但牛还好，吃草的。看人家都加醋呢，我来点醋。西宁这辣椒长这样，兄弟们，看，一下不一样了啊、哦，这感觉来了，哎，哇，这个厚的，弄到一块儿吃。哇，哎，这就得来点醋，醋能把这个咸味中和一点。这都是肚子，还是得加醋加辣松的，味儿一下上来了。喂、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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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本地人？不是，我兰州的。兰州的啊、哦，哇！昨天晚上还刷你视频，太谢谢谢谢。这肚子这么厚，辣子一加，立马有食欲了，不一样是吧？赶紧让我两口吃完，这是排队人的，但是给大家让位的啊！你在这儿吃不能慢吞吞。离得远点，赶紧让我偷偷的说两句啊！我早上6点爬起来吃个这，花40块钱，值不值呢？值也不值。第一次来体验一下可以，第二次呢，我可能就不会来了。啊，我情愿在酒店里边多睡一会儿，没有多惊艳啊，咱有啥说啥，3.5分。